家好，我是蔡寶寶，今天跟大家来到铜锣湾东角道 SOGO 对出金百里大电视机，看到有姜涛和伊人代言麦当劳这个广告。位置百德新街，咁离远见到麦当劳出面咧，有姜涛同伊人嘅广告。咁呢边咧都见到啲姜涛嘅 fans 带埋姜涛嘅公仔。
晚仲靓啦！如果有朋友仔未嚟打卡咧，记得夜晚过嚟打卡啦。咁今日铜锣湾呢条片影出咁多先，临走之前记得俾翻个 like 我，同埋订阅翻我频道啊！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